快哉快哉！你看这冰冰，才喝了几瓶就醉成这样，太逊了。冰冰就是逊的啦。这么说，你很勇哦。我超勇，我超能喝的。超能喝。胖哥，你干嘛了？你读几年级了？还这么害羞？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哦。懂？懂什么？你想懂啊？我房间里有些好康的。好康的？是新游戏吗？什么新游戏？比游戏还刺激，还能教你瞪大郎。瞪大郎？是什么呀，胖哥？哎，看你就知道了。来了啦，胖哥，胖哥，干嘛啦，胖哥？这两个有什么好看的嘛？坐嘛。哎，胖哥，你这里好多学习资料哎。哎呀，这都没什么，我给你看好看的。什么啊？啊，胖哥这样不好吧？哎呦，你脸红了，来给我补补，给我补补。不要，胖哥，你干嘛啊？我给你补补课，提高学习成绩啊。不要。乖，听话，让我补补。胖哥，派约等于3.1415926563。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，皇权明月发下就是一世帝上皇。你要是敢出去乱说我开补课班的话，没你好果子吃，听到没有？有空多拉些你的同学来我这里上补习课，不会亏待你了。